喂，我是教练 Coach，每天早上在霍格华兹跟你说早安。今天可能会有两支影片，因为等等要更新到9点，会有一些新的东西改版。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拍拼图寻宝活动。除了存钱，那家乌斯银行还提供货币兑换的业务，那肯定是斜角巷的古灵阁。走到柜台前面，这里就地板有一个金光，点一下就能获得拼图。如果你有什么特别贵重的物品，可以委托古灵阁的精灵代为保管。欸，旁边这里有金币，等一下捡起来，还有一个再捡。捡了两个金币就能获得拼图。据说罗宾和弗瑞兄弟在球场吵起来，我得去阻止才行。在霍格华兹的城堡上空，然后我们就往魁地奇球场飞过去。那这边就有他们三个人，跟他们讲话，就要进行一个战斗。双方一个礼貌的鞠躬。那这场就是玩一个打球，轻松获胜就能拿到最后一个拼图啦。那比较慢解或新加入的观众，之后我一样会把它整理成一个合集，让最后一天开始解的观众可以一次解完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啊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大拜。